领导，您说的太对了，练习也要有氛围才行啊，所以我专门找了一个擂台来练习举牌，保证今天晚上的圣诞拳击表演赛在细节上也不出一丝一毫的问题。啊，阿玉啊，他非常积极的配合工作，您放心，我们会努力的。啊，好的，那领导晚上见。你有病啊！你才有病，懒病。举个牌子多简单的事儿，还需要练吗？那意思是你会了，走一个我看看。切！停了吧你！钱吗？我知道你没作为拳手被选上，心里难免不平衡，但是能不能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？还有你每次进擂台的时候绊的那一下，你大脑是发育不完全吗？进擂台有那么难吗？那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哎，注意你的态度，我现在好歹是你的上司。得了吧，还上司？不过就是会溜须拍马，这点我承认，我比不过你。你怎么想打架呀？以前在拳馆练拳的时候，也没见你赢我几次，更何况现在，你快有一年没打了吧？我还有任务在身，不想跟你贫嘴浪费时间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冤枉你了。你跟老板应该经常在办公室打架吧？认真打，换衣服，来吧。你最好撑久一点，不要扫了我好不容易被你勾起来的兴致。放心吧，你会输得很惨的。
意思啊，我刚才没有接到。啊，好的，弄好了，弄好了，我马上过去，我马上。